们等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从合唱到刚才的独唱，每一位台上的表演者都是施展浑身解数的。其实下一个节目也是，我们有请我们指挥陈建中先生的公子哥，Alex 为我们带来一首 Just the Way You Are 钢琴独奏。有请陈子琪为我们带来一首 Just the Way You Are。Thank you.
今日咧係我啲學生表演嘅時候啊，我啊點到即止啦，因為長江後浪推前浪，係嘛，朱總，我哋今日係我啲學生表演嘅時間。咁喺呢度咧，我係非常感謝我嘅仔，大家都知道佢認識啦嚇。咁啊，佢有咁嘅勇氣，有咁嘅毅力嚟到為我哋演奏咧，我係好感激，亦都係同時期咧，我哋呢度頭先伴奏嘅師承咧，佢媽咪坐紅豆前咧，亦都係兩母女。我哋希望大家多啲家庭嚟到支持呢個中中嘅大家庭。咁呢一位我隔離呢位應該係鑽石定係白金咧？阿黃老係黃金嘅師爺咧，亦都係我哋楊總嘅掌上明珠。啊，希望你哋俾啲掌聲佢啊！多謝你哋今天嚟到支持。多謝陳老師。咁我哋頭先見到嘅都係獨唱啦。咁接下來咧，我哋就會進入一個好特別嘅表演，佢哋一群好犀利嘅女星，為我哋表演女星二重唱。佢哋將會分成高聲部同埋中聲部，為我哋演繹歌曲《伊拉拉》同埋《紡織姑娘》。有一位好重要嘅表演者咧，好特別啊！佢係我嘅主持 partner Louis， 佢亦都會加入二重唱。咁我哋一齊嚟歡迎蔡美玉、林婉霞、楊一雄、蕭展雄、阮鳳池、黃璐、劉俊榮、劉小梅、鄭敏彤同埋伍燕群。鋼琴伴奏黃曉純，指揮陳建忠先生再次上台，為我哋帶嚟《伊拉拉》同埋《紡織姑娘》。接下來女生二重唱為我們表演《伊拉拉》和《紡織姑娘》。我們歡迎蔡美韻、林婉霞、楊一雄、蕭展雄、阮鳳池、黃璐、劉俊榮、劉小梅、鄭敏彤、吳燕群鋼琴伴奏王小淳。再次歡迎陳建忠老師上台為我們表演，歡迎。Bye.
12個節目之後咧，我哋而家進入15分鐘嘅休息。